来吧，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搅一个海葵啊，来搅一下它。哎，别搅它，搅它，就搅它啊，搅它。搅它，搅它，今天就搅它啊，谁都保不住它。老铁们，双击给我搂它，就搅它，来给我搅。老铁们看一下啊、哦，你看这都是海葵，小海葵一点点，多可爱，一碰就缩了，害羞了，害羞了。害羞喽，都害羞了，变成海西瓜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今天一到海边我就发现一片海西瓜，五彩斑斓的，你看各个水润多姿啊，都冒水了。呵呵，喜欢的观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今天又来到生蚝山了啊，都是大生蚝，你看，绝了。都是大生蚝一个个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些都是，哦，这里还有好多全是生蚝。各位老铁，好多主播都说一到海边见到洞就挖，这让我怎么挖？这么多洞，我挖哪个是好呀？我的个天哪，这能挖出什么来？我也不知道能挖出什么来，谁知道能挖出什么来？哎呦，挖了半天。还真让我挖出个东西来，哎，哦，在这呢，挖出个螃蟹来。各位老铁，你看，还真有货啊，还真有货啊，这不错不错啊。有老铁认识这个是什么的吗？我不认识啊，我也是第一回见。有的主播说这个是那个海螺卵呢、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我看不懂这个，挺漂亮的看起来。各位老铁，发现一个陈王洞啊，下去试一下。有货有货有货，上来吧上来吧，这就上来了。大不大？够不够大？够不够霸气？老铁们都说石头下有螃蟹，咱们来看一看啊，有就给个双击，没有就不要双击了。哎呦，还真有，有有有，有一只。哎呦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还夹手呢！哎呦呦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哎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各位老铁，今天我发现一群小海螺扎堆了，咱们来看看它干啥呢？好像抱着个沙白，好像要把它吃掉的样子。咱们来拯救一下沙白。马上我们开启赶海直播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今天又来石头堆，咱们来搬螃蟹了。有货给个双击，没货就算了，不要双击了。哟，这个有两只，干啥呢？咦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各位老铁们看啊，这还是台风留下来好多货，堆积如山呢，看到没有？成千上万吨的白蛤，我勒个去，厉害啊！再看看这边，我勒个去！哎。